公狗多少钱？来点。蛤蟆10块钱的小公狗子，这是2.5块的豆子啊。我就炖不好啊，这回我就这不如炖的好吃，蛤蟆也入味儿，这炖估计就是时间长。时间长，你们在那咕嘟呗。咕嘟咕嘟的，嗯，香。辣椒。大香之后，可以放蛤蟆了。吃他家大血肠了啊，嘎嘎好！所以说我得把这个这槽给它吃了。就这么的，蘸一口。锅熟做这个菜呢，就是咋的呢？开始脱了，这玩意儿老能脱了锅就碎乎了。这玩意儿锅干啥呢？拿锅现在翻锅了。不是，这锅还行，这不是干呀。没事，有粥。看看，就是它了。再加点血肠、蒜泥。再来点小毛葱，嘎嘎的。这火是真是不错呀，哈！来个大豆腐，呀，不知道咸不咸？嗯，正好，就是锅炉家那味儿。整一口嘛，这是啊，整一口白酒就妥了。哎呀，炖的对劲儿啊，最后找着方法了，这蛤蟆就好吃了。嗯，来吧，蘸满蘸透大血肠。多搁点这个蒜酱，真好，真好！今天伙食单位不错呀。嗯，我这属于豆腐酱，豆腐蛤蟆酱。哎呀，这小葱就一口。我感觉蛤蟆还可以多炖一会儿，汤放少了，蛤蟆没有锅炉家炖的烂乎，那味儿上来了。
这小时候都有个待遇哈，大人吃这玩意儿把腿先给你夹来。吃这玩意就舌头就把肉给它碾下来，肚子有点苦丝儿的，现在还没到它吃食的时候，肠子里没东西，肚子苦胆苦丝儿的，挺好，吃点苦的挺好，败火。他俩不爱吃水肠，王菲不吃的，王菲这一口血不吃，我姑娘被他尝一口也就那么意思。有两栖动物，辣的过瘾，像开春吧，上山采菜的时候，有的人给山里种点葱子，就是头一年的葱子，今年不就发芽了吗？这个山里没啥吃的，不知道带那个地儿不知道带啥吃的，小时候，妥了，大葱子爸吃，一帮孩子。八大葱吃，哎呀，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吃葱的方法，就是再过一段时间，就是家里种的小葱苗子出来了，这么高那种劲儿，薅一把葱苗子，完了扒完了搁手里攥着，边跑边玩边吃。